大家好，我是波波。说到女神，现在让人想到的总是千篇一律的整容脸，除了明星大腕以外，也就是那些长得极为相似的网红了。如今的这种美，美得太过刻意，美得完全不自然。今天小编就带着大家回忆一下70、80后们曾经疯狂迷恋过的女神们。首先要说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容妹妹了。在83版《射雕英雄传》中，由翁美玲饰演的黄蓉给人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，把一个活泼可爱又有点刁蛮邪性的丫头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在当年可以算是迷倒了万千的男同胞啊。她没有现在的锥子脸，更没有引以为傲的大长腿，1.58米的身高注定了她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。但翁美玲五官精致，俏皮可爱，其实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来划分的话，翁美玲更该划分在萌妹子里面吧，而且绝对是软萌软萌的那种。清纯女神周慧敏，也许周慧敏从未有过什么严格意义上的代表作，然而她的形象是上世纪90年代男人心中一个最清纯的梦，盈盈美眸，柔柔长发，身若莺燕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完美无缺。于是当年的审美因周慧敏变得简单而传统，女人们不再将长波浪视为美丽的灵魂，开始体会到清汤挂面的美好。而周慧敏当年自曝丑小鸭变天鹅的励志生平，更鼓励了一大批为容貌自卑的年轻女孩。他用事实告诉人们，原来美女可以是浓妆华服的美艳女神，也可以是清新淳朴的邻家小妹。就连小编当年也不止一次地看着她的海报而浮想联翩。提到王祖贤，不得不说她的代表作《倩女幽魂》，由王祖贤扮演的聂小倩彻底颠覆了人们心中女鬼的形象。在这之前，说起女鬼，我们想到的都是蓬头垢面、阴森恐怖的。但是在王祖贤之后，女鬼又有了一个全新的形象。聂小倩被誉为最美女鬼，气质超凡，白衣飘飘的形象早已成为了无法超越的经典。而王祖贤本人真的不用讲，一直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完美女神。不管是女鬼小倩，还是《城市恋人》中的惠香，作为一个绝对完美的女神，连女生看了都羡慕不已啊。如果说王祖贤演绎了一个无法被超越的女鬼，那么朱茵可谓是缔造了一个迷倒万千众生的女仙。一直以来不是很喜欢类似于星爷之后再无大话，朱茵之后再无紫霞这一类具有捧杀色彩的话，但当年紫霞的一颦一笑真正的让我们记挂了20年。曾经听人说过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忘不了的紫霞仙子，她娇俏明媚，笑起来甜就情了，她眨一下眼就美得让人心颤，她期待爱情的样子更是让人一眼万年。从大话西游到现在，她是我们心里珍藏了太久太久的回忆。有网友甚至做了平行时空交叉相遇的视频，足见朱茵所饰演的紫霞仙子有多么的深入人心。性感女神苏琪是典型的风情佳丽，她的五官拆开或许并不好看，但组合在一起却是品味绝佳，嗲中有憨，甜蜜逼人。与其他的一些女神不同，苏琪因为历史原因是3级影星出道，但她娇媚而带着丝丝邪性的味道却深深地吸引着众多男性。若要选最女人的女神，在80后心目中恐怕苏琪要高居榜首的。大家都知道苏琪是从脱星出道，她曾经笑道能走到今天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奇迹。苏琪从未掩饰自己曾是3级演员的事实，但后期的努力成就了不少的佳作。如今当我们在讨论她的时候，绝不再肯让不清白3个字成为她特有的标签。就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，我要把脱过的衣服一件一件地穿回来。她确实做到了，早已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完美女神之一。以上资讯由大象娱乐整理报道。